苓雅分局落实扫毒工作，一举破获大麻植栽场。苓雅分局日前于网路巡逻时发现，有不法分子购买大麻种子，于市区的后天民宅栽种大麻植栽。鉴于大麻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所定的第二级毒品，若流入市面呢，恐影响治安甚具。本案经苓雅分局侦查队长期搜证后，报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指挥，并结合刑事警察大队、三民一分局等单位共同查缉，成功了于五月一号拘捕黄姓、张姓犯嫌到案，并查获大麻植株106棵，栽种的器具1批等证物。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已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苓雅分局分局长蔡洪某表示，毒品会残害民众的身心健康，并衍生众多的社会问题。本分局将持续贯彻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，净化社会治安。